贝贝可以去找少飞啊，一起当那个车手啊，薪水很高啊。他说的，薪水高，待遇好，这工作得出国吗？不用吧，少飞，应该不用出国吧？应该不是去什么柬埔寨吧？原来他是诈骗的。对啊，废话啊，怎样？这年头诈骗怎样？错了吗？他也是靠着他自己在赚钱呐、啊，他也是脚踏实地在赚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骗钱也是脚踏实地的骗呐、啊，这一刻，邓肯，对不对？你有种这种话去跟法官讲？毕业后绝对不要做服务业，打死我都不要。有时候也不一定。人会跟现实低头的哦。谁知道呢？有时候我们人哦，就是会向现实低头。不会，现在就没得选。现在打工就只能选服务业。有人会给父母赡养费吗？并不赡养会。费，赡养费，这要是计费要的啊。人家都出来工作，出来社会多久了，对不对？哪需要你一个刚出社会的人，然后来付他们的钱？那肯定是以后如果真的父母都没有什么工作的能力了，那再还说早吧。啦，还早啦。对啊，还早啊，那不人用家都想了，出不用来想多了。久了，出来工作多久了，哪缺你这一点？对啊，你是刚出来，刚出来爸社妈一会的定小都会有屁一孩。点积蓄的哦。对啊，对我来说不早喽。一定都有一些积蓄的，不过这还是要没看错。啦。有些人他爸妈就是摆烂，脚踏实地比较好。谁到底是谁是草头？哎呦，我 hero。你是不是差点被我抓死？对，我差点被抓死了，因为我身上枪太烂了。请问等等会打狙吗？贝贝，你要睡觉，你要早点休息，你很累，我们都知道你很累。对，你赶快去睡。对所啊，以赶我快们去今睡。天没有，我们今天没有打狙环节，对啊。避免就你算在这有边也逗是，留啊。就算有也是你睡觉。对，有的话也是你睡觉之后，你就我很为累了你哦。身体着想，对啊。对啊，你那个那么累，去好好的休息。啊，你在这边玩，你又不能赚钱，你又不能，你又不是说你要打素材。对啊，你。对不对？你只是来这里耍废的，懂不如把这段时间拿下来，拿出来好好休息，对不对？对以后的你也好。Oh my god！到底谁一直在踩我头？干林多特。比特，我要跟你抢几率你后喽！面。你后面那个怎么没抓到啊？打完了，不打就算了，反正不缺我一个，没差，继续胡乱。刚刚你自己说很累的，然后现在我对们啊，体谅你，然后你又这样，哦，你是，啊，哦，不装了，不装了。怎样？后面怎么灭那么快？会灭的。少飞，你看，我刚刚不是叫贝贝，跟贝贝说要那个什么永劫无间？你看他永劫就不要，CCLG 他就要，他就在排挤你啊。然后永劫不要啊？你不是说礼拜六日很累？哦，这个人，哦，刚刚在这里没有开台都没有人，一开台就100万个人，都不想讲了，这些人。刚在这里挂那么久了，只有生铁。你不开台，谁要跟你玩啊？对呀、啊，大家都是想上镜头，我算个屁呀、啊！我啊！你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Mr. Who are you？你刚根本就没上线，妈的，上班才刚回来，在那边。马扁，对啊，只会上班，整天只会上班。骗，刚刚现在就只会上班，把妹，泡网咖，然后靠枪，对，没了，这就是现在的咖咪吗？啊，还会抽烟，我还会干你啊，还会把你这张脸干到死。
谁呀、啊？谁那么恶心？哎，我又是英雄。我操！喷飞自己。我、哦、一个四。混乱，超混乱。被排泄？哪有？怎么可能排泄他？是他排泄我们。他明明就在 DC， 他都不讲话，他就宁愿一直被我们抽。他就很累啊。哦，就很累，对，赶快睡觉啊。他就很累。他打什么狙？超级白，他趁机偷嘴嘴烂。他就很累啊，他刚自己都说了，他就很累啊。你娘买错。要讲啥？你可以 hello 啊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对 hello 啊。你不是以前最会讲干话了吗？怎么好像现在都不会？你变了啦，哎。对啊，哎。经历过社会的洗礼，你也是变了。你终究也是变了。随意打野唱，我们是三个人呢，现在还有 Garmin。虎烂三人组。不虎烂是真的。对啊，是真的。他就真的不讲话 啊他就真的很累啊，他就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真的干拎你啊，飞起来，他应该在干这事。哎，你后面你怎么不会被我骗啊？哎，你后面真的有，等一下啦，没有子弹啊，主武器怎么是火神啊？随便 M249 也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一个隐身仔，跳腰不是隐身仔，水了。好出一把大管的，啊，油够重，然后又不能马上开枪。谁啦？谁要吃饼干？刚你很有钱呢，刚工作完，直接买一包哎。垃圾饼干，好有钱，垃圾饼干，对，垃圾饼干。那个野房看到他没有杀到半个人啊，丢脸。干你娘嘞！谁啦？啦啦啦啦啦！我好像也没资格说他，我只杀了两个还三个。但是你也很烂。哈哈哈！有人被我毒死。浩哥、欸，浩哥在那里，把他打到残废，把他干死，干穿他。哇你啊喂！大家都来喽。刺破泡泡红眼帮，这个想去哪里？我、哦、是不是要加一下？我好像要加一下。这个刮台，欸、怎么有那个啊？哇，有刮哥了，刮你老妈！哦，干你啊！刮了他刮你老妈！欸、你触手还有，你好垃圾哦。对啊，快怎么了吗？快怎么了吗？很快一起抽踢不出来，很强。啊，快怎么了吗？有爽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是很快，但是可以很多次啊。乱讲。嗯。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们一量取胜，好不好？一量取胜吧。对啊。不是问题。那个锤下去都不是问题，锤下去之后过三分钟又站起来了。牛逼。哎，怎么有这个？啊，可悲，下去，直接压在墙角干，身体优美，被我压在墙角干，超级干，啊，分期，哎，对，干你娘嘞，该死的重生点，推掉，跟你滚啊，来啊再来、啊，因为你选雷比亚就比较屌，怎样，照推了，那干你啊，继续分期，你有黑曼巴吗？哎，这边，我没有，这处女，这处女，干他，干处女，谁？干处女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你娘的，靠背嘞，点烂，白痴哦、喔，转角遇到人嘞，转角遇到爱，这个是啊，这马不花多啊，这就是命呐、啊，哎，啊，你多的嘞，转角遇到白痴啦，我操，哎呦，这里还来一个来送头的啊，啊，送头的是不是？推掉。哎呦！不要！没有，一定要！哎，不要！哎，不要！你后面，不要不要！我才不管你，我不管你，我要把你推死！干你娘的！干你娘的！
我起码人类全兵役哦，这个 damage 相当的高，相当之高啊！哎、欸，又是生田，推烂，把你家是墙角干。哎、欸，去哪里？哎、欸，好像都没有僵尸要来我这里耶。干嘛啦？有病哦！哦，推，推你老妈！哦，就推。哎、欸，下去。我的是27的那个。我是说，哥，师傅就是名字的。哥，那、啊、这个 bug 修了吗？变烂、欸，还没修哎、欸。飞行的还没修。哥，好爽哦、喔，还可以飞。阿瓜，变烂，变烂，变烂！上一局怎么对我的？哈？我上局怎样对你啊？啊，变烂！四秒前四秒我。爽啦！我就是四中一标四秒啊！推，直接推烂！哎呦！推烂！哎、欸，所以那个黑爸爸是几等可以拿？33等，35等，33等，你有长先者32等。别烂别烂！妈的，去死！通通去死！哦，通通去死！小游戏。谁教我这个怎么玩？起飞？哎、欸，没起飞的。啊，问你。哎、欸，我有那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变两次英雄？我本来就是英雄，我又变一次英雄。还是你有英雄登场？我有英雄登场吗？对啊，刚英雄登场、欸，然后我又变了一次英雄。他这样可以给我变呢、欸，好屌、喔。这样是怎样？你说你原本是英雄登场，然后那个变异又放一次英雄啊？对啊，我再按了一次英雄、啊本来就可以这样子啊。然后就没有什么变。啊，你会回满血，然后可以再多买一次。哦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如果是变异成重跳，然后再变助手会怎么样？就是开启助手的选单吧。对啊，就开启助手的选单里了。我以为会退化。不会，退货。不会啊，不，你反而还可以，可以去买武器。退化。丫头，变低能儿。嘿，低能儿。干你娘！那虐爆就是低能儿。电烂。嘿。电啊！黑猫。老虎神变低能儿。哦，低能儿。来来来，吃我一个低能儿，吃我一个低能儿。然后我刚刚是挂机是不是？我的那个 bonus 分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我的那个 PB 经验有点怪怪的，少了人家一半。你好怪、啊，还敢挂机啊？我都去研磨房挂机。